谢谢。我首先来简单来介绍咱这两点钟的主讲者。这两点钟的主讲者是柯英奇先生。有直接咧听台湾之声的人，就知影柯英奇先生这十几年、一二十年内底对台湾做足大的贡献。我伫十几年前的时阵，伫桃园县做局长的时阵。做财政局长的时候，我的司机拢甲讲：“局长啊，你要吼常常听台湾之声许荣启吼他讲什么。”迄当阵吼，我說迄无所啦。迄当阵吼，脑海内底充满中华民国的屎，国民党的屎吼。虽然我已经长期拢怀疑中华民国的正当性、甲合法性，但伊讲：“谢长廷是叫别，我哪会相信？我唔相信呢。”渐渐就知我原来如此啊！哦，原来民进党甲国民党是孪生兄弟啊！啊，是讲国民党是生出民进党来啊，拢是蒋经国一手提拔的人混在民进党内底，拢是完全拢国民党的招牌啊！所以今日伊讲的物件足精彩，要安那来掠招牌啊！要来安那来落实咱的转型正义，我足感谢伊来甲咱。讲这个这两点钟的演讲，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来给他鼓励，多谢，谢谢，谢谢。多谢大家，台湾之声大家好，真感谢吼，这蔡教教授大家给我这个机会啦吼，我。为1998年开始吼，掠了白啊开始，我重新归零啦，重新归零，因为足侪亲朋好友大家拢跟闪嘛，哦，所以我有时迄阵会重新归零。啊，我这十几年来无人敢来讲这个这款题目啦，啊，所以咱是第一位，我来第公开。你电台以外公开，你讲这个问题是这是第一场啦，因为大家差不多拢惊到嘛，吼。啊，这个当然，这个机会我嘛是来学习吼，因为我一直无法度相信讲咱这个会吼，这个团体所主张的啦吼。啊，所以无要紧，咱异中求同啦吼。啊，大家来讨论吼！啊，我哩今日哩讨论的这个题目，这个是讲台湾的问题啦吼。啊，我要先讲的是讲，为1998年，我为什么去处理这个代志吼？我为1993年12月23日开始做电台，啊，做电台，我唔把你讲独立，我嘛唔把你讲统一。哦，因为我感觉迄拢是骗人诶，那个都是骗人的。啊，我知影是骗，但是我讲袂出一个理由出来。啊，但是你做电台以后吼，当然我一阵时间去美国教洋装。啊，我嘛一直咧想讲，我来去得罪啥物人啦吼？我毋是干那得罪国民党尔咧。啊，尤其是你海外。一年的时间，你教洋装，你美国教洋装一年，我感觉讲嘿，啊，这不是你国民党你给他修理呢嘞，嘛有一挂所谓的独派嘛，你给他修理呀，而且地界比国民党较厉害嘞吼，多来多往拢同款哦。我咧想，一直咧想答案，啊，我咧想无呢，他们讲我想无啦。啊，到1998年吼，7月初到。1998年的7月初九，这七月初九，咱过几工来7月初九吼，这对我来讲吼，人生的意义吼，7月初九，1999年的7月初九是德国之声，李登辉前总统讲，甲德国之声讲哦，台湾甲中国是特殊的国与国啦，诶，这个关系。啊，但是1998年的7月初九吼，我看了一个新闻啊，电视系统转播。这个电视是弄转播吼，就是讲调查局以前的局长吼，代理局长叫田泉，啊，
这个听众吼，开记者会，在调查局开记者会，这有史以来第一遍开记者会哦，电视是拢转播，啊是拢转播，你讲啥物呢？你讲哦，这廖静和哦，廖静和做调查局的局长，这廖静和做调查局的局长吼，伊要去做法务部长。要去做法务部长，将一挂民进党重要的特约咨询的资料炸造，啊，刷落去咧，佮将你指挥特约咨询的人带去法务部伊的身躯边通来运转、伊运作。啊，我看到这个电视的新闻啊，我嘛傻无呢。电视新闻我看到这个电视新闻，你七月初到电视新闻出来是安尼，我傻无呢。这到底什么意思啊？因为什么叫特约咨询？我唔捌啊。所以我第二天吼，我就看报纸。啊，我甲大家报告吼，我一天看十外分的报纸啦。我数十年拢同款，即摆报纸较钱较省啊，我拢看网络。啊，若看报纸是你看迄附文啦吼，看迄有啥物广告啦。即摆因为拢网络来对嘛吼，啊，所以我即摆省足侪钱。但是我看了这个特约咨询吼，我看无呢，因为照讲原来有新的名词吼，报纸拢会甲你一个小档案、小词典，甲你解说嘛，什么叫咨询、特约咨询，我啥无啊？所以甲七月初站吼，我就拍电话，较下晡时啊三四点，我就去拍电话，去问一个调查局吼，民进党委的调查员叫做李义勇先生，而且李义勇先生我甲伊无熟识啊。但是我咧做电台的时阵，伊定定传真物件来，啊传的物件，你讲调查局安怎，啊伊安怎互撇开？但是我咧傻无咧吼，啊所以不甲伊通过电话尔，毋捌看到本人，所以讲我就去找，迄个波我就走去总机吼，啊就去问104问调查局的电话到底安怎卡吼，我咧。问出来了，个291224，这个总机我今嘛够会记。啊，我娘拍电话去问哦，哦，结果高温18万啦。剧本部安尼一直转啊，李义勇先生遐去。啊，我就该刚请教讲啊，啥物叫做特约咨询呐？伊甲我讲啊，这个了袂啊。哦，我讲吼，这叫做了袂啊。我才知影咧吼，这特约咨询就是了袂啊啦。啊，我讲哦，啊，民众内底有了袂啊，有意思是安尼，民众特别咨询嘛吼。伊讲是啊，哦，啊这啊到底是啥物人啦吼？结果我甲讲安尼啦，迄阵要袂拜六时啊，要袂周休二日，第二天七月十日吼，就是周休二日，要不无周休二日就是拜六。啊，伊来上班，我讲无你下晡时啊来啦。好、哦，咱来拜托来办公室。啊，我5点还阁上节目，啊，所以你2点来，啊，我已经甲你讲3点钟，吼、哦。结果伊讲好，结果到4点我才来。啊，我5点就上节目，伊讲好好安尼，我讲你，无你7点才走，啊，咱到恁食饭。爱大家开始讲一下，讲了别个代志。啊，结果看，吼、哦，嘛阁三无咧，到7月12日《台湾日报》。在台湾日报吼，迄阵个地个即嘛无完啦吼，一条新闻出来，伊讲，即个夏聪明头版头条，夏聪明讲哦，民进党有了袂啊立委头版头条，讲哦，我又是左立右呢，委员啊是哦，吼，啊结果代志就大条安尼哦，我就开始讲好，安尼来，咱来即嘛来开始探讨啊嘛。哦，啊，这实在是误打误撞，是去一直入落去。啊，到尾啊，一直查，有一天，因有人甲我讲了，讲，我讲啊，到底统督还是啥物人呐、啊？吼、哦，伊讲夏中庭啦、啊。哦，那民众即卖啊，佫有哦，比夏中庭较迄落啦吼。伊讲夏中庭，我想影无夏中庭。当然，我听这款消息，我蛮惊的。坦白讲，夏中庭那可能是了袂啊，吼、
啊，所以我嘛惊讲，因这调查局有人咧甲我骗啊，要甲我害啊，因为我是警察，防害无死尔啦。哦，我只做电台只几十年啦，十几年啦，我是防害无死嘛。我不直升机调的，不不自家啥物我拢变过啊。我即卖人生，我今年60岁啊，满60啊。满60岁，我是干那存了未死尔，自家我嘛自家啥物我拢变过啊吼。啊，用直升机来调，我嘛拢变过啊吼。啊，一边6000个要来甲了，拢有啊。哎，超台是6000个，全部封锁的。哦，我拢变，唔知变过几遍。集体通缉，逐项我拢办布过。啊，我咪惊咧，讲啊，到底是毋是恁这调查局的人哦，要来甲受害啊？要叫互我甲些人等于受打啊？所以我咪惊嘛吼。我哎，大胆小，大胆来假设，小心求证啊咧吼。啊，到底我变安怎求证？啊，要求证吼。问大家嘛，调查局的人讲是，啊，一般民进党，尤其这党外支持民主运动的，大家嘛讲唔是啊，讲社中人哪可能去调查局？啊，我变哪处理？结果我就看一本书啦，看啥物书呢？看社中人的回忆录，等于社中人的回忆录，因为社中人先生每一年哦，每一遍来选举，为选市议员开始，伊拢有。用伊个自伊个自传，伊个经历，啊写一本书出来。市议员有市议员个方面，哦，啊立委有立委个方面，啊选副总统阁有副总统个著名哦。即摆选总统嘛，阁有总统个著名，吼、哦。啊，我迄阵拄好有一句话，我都无啊嘛吼，无伫身躯边。啊，拄好迄阵吼，伊伫选副总统个时阵，大春出版社有出一本书。要摕来給我广告，所以送我一本，结果拢我拢要买。啊，迄本伊送我，伊讲要，平平民教授啊，甲谢长廷咧选总统嘛吼，副总统甲副总统搭配。啊，所以就送我一本谢长廷政治这条路。啊，我暗时啊就开始紧看咧。啊，过去吼，我咱看这拢是徛在一关崇拜者，崇拜。偶像的立场来看这本书啦，啊，所以咱我不求甚解咧吼，伊讲啥物，咱就相信啥物嘛。结果当我开始看这本谢长廷政治这条路的时候，我讲啊，谢长廷绝对是了白啊，绝对是保证是，吼。啊，所以我即马甲因遮政治明星写的书，我拢个当作因的。自白书啦，因的口经就对啦。谢长廷的口经就是伊的了不要就是家己写的，因为谢长廷每一遍拢有我做性命罹难啦，拄到代志伊拢无代志。我哼，那遐是拄好呀。我来举一个例吼，因为伊的例实在太多个啦。伊吼612，甲朱高正。啊，个红旗枪，啊人应该搁一个尴尬些。612大湖山庄抗议，啊，互起诉谢长廷。啊，结果咧，伊就讲吼，伊到尾是要刷户口，刷去平遥林炳坤因家，啊，所以户籍就抓无人嘛吼，啊，用一套哦，制造伊神勇咧吼。啊，伊内底有讲就讲吼，有一天吼，警察要去甲抓，因为通缉嘛。警察要甲抓，啊！伊讲吼，因太太伊住伫一二楼嘛吼，啊！因太太吼，拄好去巷仔口咧倒粪扫，啊！撞到人要来甲抓，啊！所以伊往紧划出去，啊！谢长廷伫二楼吼，二楼顶啊，听到这声音，啊！无穿外衫外裤，吼、哦！所以咧，为二楼将他门跳个，啊！就走啊，啊！脱只脚，啊！拄好撞到一台计程车司机，啊！就甲载。啊，再去鬼人去，啊，所以伊第二天才出来开记者会。啊，我吼看到这以后，我讲这神话，这神话，这绝对是神话，这绝对是的。为什么？这我家己有经历，我互掠几落遍，做电台互掠几落遍，我唔捌遮幸运嘞。那有讲要掠你？你甲国民党小看了嘛？要掠你？啊，那行啊，行啊，门卡无部署人呐、啊。
你跳了，我都把你掌起来啊！你要走去倒？因为我家己吼，捌互掠吼，哈！我1994年的7月22号，22号透早，我迄阵是通知的新闻，从啊在电台，啊在电台困啊，我困地板啊吼，拢无出去。啊，困地板哦，透早一日目睭拍去，过20-30个人啦，连铁门都撬开啊，要掠我。我讲啊，啊，我讲啊，无你只要你至少你嘛爱给我吼、哦、来上一下洗手间的对不？伊讲好，伊就按洗手间哦先入去，2-3个人先入去，入去内底洗手间过好啊，我再入去洗手间。啊，外口阁有人。我讲我若要走嘛，无地走。啊，你迄种场面要安怎走？你该想看咩？要掠你下中庭，哪有可能讲，互你跳窗仔门的啦？迄无可能的代志，迄种神话。我即马拢袂相信者。啊，而且佫看到讲伊吼，这是一项啊，内底足侪。伊迄个人生迄条路，我就看过啊，即个拢骗人的。伊讲吼，伊吼，佫有一个下中庭，伊讲伊吼。北商毕业啦，两年无读书啦。你做亚克力的送货员，啊你吼、哦、做迄个亚克力的工人，啊你送货员，啊结果两年后吼，伊考掉台大法律系，啊我嘛去走去台大去图书馆，中央图书馆去甲调出来，诶、欸，有影人有放榜啊，有社长的名，啊甲因太太有房子啊，拢有啊。我迄阵在想讲，嘿，这嘛真牛嘞吼！迄阵咱拢相信讲，大学联考是最公平的。我这嘛拢无相信咧公平嘞，因为北商毕业若要考调台大，你迄个年代吼，嘿，敢那比顶天阁较困难嘞。因为普通中学吼是读，咱迄阵叫做国立编译馆吼，标准教科书嘛。啊，那商科吼是读迄种商科的书嘛，啊，先天干那国文伊就输人啦，就咪国立编译馆的嘛。啊，英文、数学，尤其英文是简单的英文嘛，吼，我相信大家拢有法度接受。好，啊你有法度读两年拢无读书，有法度考条台大法律题，哎、啊，一定是神话嘛，迄人有人甲你帮忙嘛，吼。所以我就袂相信。我都不相信啦，因为我甲上头已经差五岁嘛，啊，差不多迄个年代嘛吼，因比我，比如啊，所以我都不爱相信。所以，伊去考，去读台大以后，3年了，我都考掉律师第一名。我迄阵就开始拢不爱相信啦，我讲要考掉，要考律师吼，一定爱大学毕业。啊，你大三的时候，大学3年等于读2年外嘛。要未三满3年，所以你一定要高等检定考试。啊，高等检定考试通过以后，才有我都去考律师执照。啊，你读2年外，啊，人个你个学长读4年，甚至读5年、读6年，拢毕业以后去考几落遍才考会掉咧。啊，迄阵律师，那以下中等，因迄个年代吼，律师一，我有去查。1400个左右调7个，1500个调7个，差不多1/5%的录取率啦。今嘛呢是8%啦，4000个调320个，去年去调，今年调上多，因为要改制啊。所以很有可能讲调5个、调7个，啊，伊遐熬的拢第一名，啊，伊遐学长学姐。有的大学毕业读几多年，嘛考不掉律师的，足多的嘛吼。啊，所以伊拢，伊个是陈水扁拢足神勇的，拢足牛，大家拢足第一名。我好天哪，那真牛啦，天赋异禀咯。所以我隔壁我就开始落去入入吧。哇，原来是安尼哦。所以我即摆拢袂相信咧偶像，包括陈水扁我嘛无相信偶像哦。哦，我嘛无相信啊。所以我陈水扁我毋捌投伊票啊。自从了了不要以后。市长我无投予伊，总统我嘛毋捌投予伊啊。哦，啊，这陈水扁另外一套，以后
那有时间咱再过来讨论啊，吼、哦、啊，所以我就讲，因为我甲社长有交手嘅，吼、哦、啊，所以我就讲伊是了袂啊，我伫1999年98年嘅十一月初四，你电台我正式讲社长已经了袂啊，啊，即、這个讲社长已经是了袂啊以后。我迄天的电话头接一通通干掉的，干那厝顶加在是阮咧十楼啦吼，啊楼迄栋大楼是20楼的，啊所以加在迄是拢属拉南马空属拉布的，啊无差不多厝顶挂拢掀开啊，哦，厝顶挂拢掀开啊，干掉哦，吼嘿，我一夜之间哦，哎变臭人啦，国民党啊叫民进党嘛叫嘛，吼。啊！但是第二天社长您敲电话入来，敲电话来台湾之声现场，伊讲伊毋是，吼、哦！啊，当然毋是，迄录音带我阁拢有保存。啊，伊讲伊毋是，但是伊讲遐足侪破绽的，有听到的朋友咧，听到迄群才要相信讲啊，社长您是了袂啊！好，啊，这个吼、哦，社长您，甲尾我才知影。伊十一月初五，伊也汇10万块，讲我是收股东伊的钱，啊来破坏伊的选举。伊甲股东伊迄阵咧选市长，啊我即甲第二日我才知呢。伊十一月，到尾我知影，我靠住，有影有这10万块。这是1998年的十一月30号，哩高雄的汉来饭店，周玉蔻小姐有一个节目，我为台北。特别去报名去参加现场的节目，啊，社长您讲安尼，所以为高雄转来，我二话不说，拜托两个朋友，一个去《中时晚报》，啊，一个去《联合晚报》去买暗报，讲有这个新闻，又讲我有提钱，有，啊，我讲安尼好，恁来台北地检署，我也去台北地检署，连写都免写，我就先去告啊，啊，所以迄天的承办的检察官叫做林景春呐，吼。检察官，伊讲那有这个新闻，我讲有啊，这小小主在为报社摕出来，吼、哦，我讲我无，唔是好写的，我同意买收，我同意我嘛，甲伊无关的，吼、哦、啊，唔要这条代志，啊，这隔壁也查了，我讲这是社长庭叫人汇的嘛，无你哪有汇款单，啊，而且迄个汇款单内底电话，一个查证都无这个人嘛。无这个人啊，啊！但是我告诉伊，我伫台北的关系，伊家移到高雄，啊！小张，你高雄甲告嘛，甲移到高雄，我讲这无理啊！你嘛一件伫台北啊，结果伊拢伫高雄，啊！因为高雄社长庭势力太大，地检署个反应拢伊个迄落啦吼，伊个关系。啊，当然我高雄走13座，我甲别判无罪。我高雄判13，走13座，安尼关系停13座。敢若反应哦，我会判4个月啊，高院4个月啊，到尾啊要执行，我非常上诉，啊才判无罪，我安尼走13座。啊，这个中间吼，我咧知影社长就势力太大，你高雄地检署、高雄反应，拢伊个就对啦。各位在座的朋友吼，若讲诽谤，我奉告吼，若毋是讲即卖有《医周刊》啦吼。我看台北城要参与，我向各会放遐尼多，当然即马阁有手语啦吼。即几年我较无遐侪条，啊，不过是足侪条的。啊，即马呐，我是辖区，我是户籍伫北投嘛吼。我是辖区是树林地检署甲树林地方哩。即马有伊做间甲苹果日报，无我应该同罪啦。吼、哦，我向各同罪诽谤的，啊，我毋捌一件向各行的嘛。啊，所以诽谤。社长庭，我引用大法官509解释，法官不准，不爱交代清楚啦吼，啊，所以这个是甲社长庭交手，啊，抓了袂啊，好，啊，当然抓了袂啊，这段时间吼，阮煞第二个，我去美国转来，我搁第二段我去美国，我为了这个代志，我去参加立法委员的选举，去报名选立委，再来讲社长庭是了袂啊。不过我用拍死啊，可能一天我就用拍死啊。啊，迄阵因为我就去参选迄届立法委员的选举，开20万，
啊，所以我迄二十万等于哦，请保全啦。你和我讲四十五天，啊，警察拢爱加保护，吼、哦，我变候选人啦，我开二十万的候选费，所以我也无你，也无你选举啦。哦、我迄边嘛，我佫掉七千几票呢，伊人卖甲看见，我两万几票就掉呢，我也无开钱啊，吼、哦。啊，不过迄是一个为了。这个抓了不然要落实转型正义吼、哦、的一个的工作嘛，啊，所以不得不开一些经费啊，啊，不然你只说一天就没去了，啊，没去就 没那个意义吼、哦、所以我当那天嘛刘毅要投票，我已经在桃园国际机场等要来美国了，所以我去美国待四个月，啊，我第一次去美国是高阳庄是超台，所以我美国足侪台湾的同乡拢感觉我斗阵，啊，我第二抓过去的时候无人啊，所以我去美国抓阮妹妹美国的厝，哦，一夕之间我变超人。你美国我包括美国的台湾同乡嘛是假动的，我想啊，你是摕国民党的钱哦，啊，无哪有你讲谢长廷是了袂啊？啊，不过经过这几年吼、哦，我相信足侪。海内外台湾的同乡，应该拢有法度接受啊。谢总统去了未啊？歹势，啊，我过去拢共讲讲哦。我知影谢总统是调查叫我了未啊？你2008年3月初以前吼、哦，是调查叫我人讲的。但是2008年3月初以后，以后三公谢总统去了未啊？马英九讲的啊。因为马英九有说谢长廷去了没有？安怎？你选总统那年，旧历过年过，伊做干领袖团两期，说谢长廷去了没有嘛？说谢长廷有甲调查局提钱啊，透过谢依兰呐，吼，马英九讲伊咧做法务部长就知影。哎，谢长廷无去遐过啊，不管刑事甲民事拢无过啊。刑事当然伊讲马英九是总统未过呀，但是民事嘛应该过呀。啊！伊咧讲的时阵，马英九嘛要被选调总统啊！吼、哦！啊！而且伊5月20才坐啊，就位啊！伊那拢无去过。好、哦、好。啊，讲到这吼、哦，我就要甲大家报告，为了这个代志吼，哦，阮甲谢长廷的官司拍架啦，为台北拍架，高雄又拍转来台北。吼、哦！啊，拍官司唔是要为了赢啦，要为了真相，为了真相。所以去年。甲昨年啊，这是台北地检署的笔录，吼、哦。啊，这台北地检署的笔录，我是做证人，就是伊告邱毅甲李义雄2008年，迄甲我都无关的啊。邱毅甲李义雄2008年，伊做官顶出来以后，就讲小东已经了袂啊，哦啊，小东就告邱毅啊，啊去告李义雄啊，啊连小段官司拍甲曾细一啊。哦，真是伊哦，谢长廷不起诉，一直告。啊，告到咧2010年的2月25，这大转折啦。台北地检署的检察官杜慧玲哦，传你2月25下晡3点，你台北地检署第13侦查室，啊来传哦，4个人，3个证人，一个。被告，这个被告就是邱毅，啊，3个证人就是高明辉、谢依兰，啊，甲我，吼、哦，啊，主要我的部分是要讲邱毅有甲查证，啊，我甲检察官讲邱毅唔是甲查证，我是甲邱毅检举的，吼、哦，因为我提这资料哦，写着，互邱毅看，哦，调查局出的公文，我区的看，调查局出的公文，讲谢长廷是咨询呐、啊、委员，吼、哦。哎、啊，迄天主要传因两位，一个调查局的副局长，啊，一个是调查局的联络人呐、啊。啊，来做证上面讲谢长廷有提钱呐、啊，啊，结果这个笔录内底拢有谢长廷有提20万。你1981年谢长廷选调市议员无偌久，第一届哦，无偌久，啊就提20万啦。啊，谢长廷就对我讲啊，讲
讲这无公道啊，伊迄间无在场啊，吼、哦，所以安尼无公道啊。但是谢依然拍电话去 TVBS 讲又摕20万，谢长廷嘛无过谢依然啦吼，伊、哦、不敢过。好啊，所以要为了要谢长廷心服口服啦。啊，所以呢，咱吼、哦，去年本来我跟你高雄告谢长廷民事要要求赔偿。啊！但是伤过远，啊，搁遐法院过，我安尼看过拢伊个天年，我要调查证据，拢袂调查。所以你台北换李义雄来告谢长廷，啊，所以我高雄迄边我就袂告啊。啊，台北这边我就参加诉讼，李义雄有1000块话，啊，我就参与诉讼。哦，啊，所以你去年下个月啊，甲六月。7月14日三遍，谢长廷拢出庭，要问证人高明辉甲谢依然，但是有一遍高明辉无来，啊一遍谢依然无来，哦，所以谢长廷就讲袂使，安尼伊就串证，所以爱一定两个人来，啊来隔离询问，好，所以甲7月14日，因两位拢来，啊你谢长廷的面头前，讲有提钱啊，提20万啊，哦，这笔录我拢有调出来吼。哦这笔录，这种阿伯拢历史的档案啦吼。啊，谢长廷，伊就问谢依的问高明辉讲：“你说我是不是县民嘛？”啊，高明辉讲：“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县民？”但是我讲迄个无重要，我讲迄个无重要，什么名称都无重要。你有提钱，无你的行为较重要嘛？你为什么调查叫要钱给你啦？啊！对，我们个问，这个高谢依然个高明辉讲，这个20万是公费还是私费啦？是你家己出的还是公费啦？啊，因讲这个公费啊，公销啊，吼、哦。啊，我讲，啊，他有没有写领据啦？给钱有写收据无啦？啊，这高明谢依然讲无写啦。啊，那写伊就。唔敢提钱去啊！你哦啊，这种比如哦，阿妈有录音光碟哦哦，阿霞，我讲阿霞同志，你有意见无啊？伊想你有要告无啦？啊，到这为止都无告咧吼，所以这嘛经过差不多一年啊。啊，那照法律的规定哦，无告民事规就是两年嘛，啊，刑事是告诉来论一年啊，不6个月啦。啊，所以伊应该拢无机会啊啦。因为为地检署2010年立个理由，啊，到今已经超过2年了，伊都无告啊，啊，所以谢长廷也唔敢告调查局的人啦，不然告有伪证的呀，啊，伊拢无告嘛，哦，啊，伊到底是唔是啊，一定如假包换的呀，哦，所以我即马大家讲伊了，不要伊拢会去人告啦，啊，我去告，讲伊拢袂敢告啊，因为我有免疫啊嘛。哦，我有法院的破案书，我逐项拢有啊，所以我有免疫的。全台湾，我为同大直管的讲谢长廷医疗袂晓，我伊袂敢告，伊告嘛无效。哦，因为我有所本，我无捏造。啊，这个谢长廷是了袂晓，这其实伊家己讲，家己拢吼，骨卡拢说出来。伊2010年的2月2日，你地检署讲煞以后，2020啦，按不出来，迄暗嘛 ，TVBS 啊，就讲这个问题嘛，啊，讲这个问题，谢长廷都无告手语啊，无告谢依然啊嘛，啊，你迄阵时报周刊就顶出来啊，就做这个专辑，谢长廷家己就承认啦、啊，伊讲甲蒋家的关系足好的嘛，啊，到底甲蒋家啥物关系？伊是蒋孝武的哥们呐、啊，蒋孝武的哥们，这《时报周刊》拢有啦吼，我拢有收集起来。《时报周刊》有讲讲谢长廷甲蒋孝武，啊，搁一个唔知啥物人，伊无讲，因这三个是吼、哦、三个哥们，死党了对。好，啊，为什么谢长廷会甲蒋孝武同学？伊讲哦。伊是成功中学的同学，
谢长廷甲张浩武的关系是张浩武落地，刘吉啊甲蒋孝武并甲谢长廷同学，啊怎么结果佫升去啊？哇，谢长廷落地啦！啊，所以初三啊，就佫无共班啦，因初二的共班啦，啊一个初伊落地来甲读初二的嘛，啊一个是初三升袂去佫落地，所以谢长廷伊家己承认的，你时报周刊内底讲的。啊，谢长廷伊家己嘛讲，讲吼，伊你读成功中学的时，初中的时阵吼，下晡时啊啦，下课拢伫因家出入啦，所以拢伫偷看吼，迄个蒋方良吼，拢用个密铁门，伊个大门嘛，你中安东路，就下政府部政府局顶摆就住中安东路遐嘛，即嘛是华南银行边啊迄间厝。迄间日本宿舍，迄间日本厝，啊，拢有大门嘛。伊讲拢在遐偷看，吼、哦。啊，当然，啊，佫有闲去食物件嘛。因为谢长廷是出事拍地下街嘛，啊，艰苦因啊，啊，有法度去政府部因家，哇、哦，这，嗯，暗顿拢伫因家食了，差不多是安尼嘛吼、哦。啊，所以伊用个讲是政府部因老爸吼，蒋经国一手栽培啦，包括读北商读。拢是啊，摕到日本的文部省奖学金，拢是包括做民主进步党，吼、哦，民主进步党主党有两个灵魂人物嘛，民进党你圆山饭店一个就是谢长廷，党纲、党章、党名拢谢长廷，啊，佫有另外一位，吼、哦，啊，所以阮哩。全民公敌调查局这本书内底就讲了民进党阻挡的经过，所以民进党主党讲起来就是蒋经国总策划兼导演。啊，你圆山饭店看闭路电视，看你走，才有咱今日这款场面吼。咱今日是无人，你走不了操课吧吼？无人有啊，你观看。啊，无咱大家甲想吼，各位。唔是明仔载你甲试看，后日咱蔡教授讲来做圆山饭店吼，要来台湾民政府要来演讲吼，要做吼，我看圆山饭店唔敢做你啦。即嘛哦，啊，但是1986年9月28日，啊，圆山饭店敢做党话，去开个校园会，啊，做党。哦，你是故意做看卖，做少无？陈水扁总统落任以后，要去甲圆山饭店七八个啊，时阵伊5月20日，七八个要去做扁友会，少无啊？圆山饭店不爱招伊啊，就讲这政治色彩太浓厚，哦，伊不爱招你。啊，为什么迄阵有啊？30年前，所以咱迄阵拢无去想到啦。啊，这主动有伊的历史背景，其中一项就是讲，真简单，就是迄阵台湾民主运动的声音足大，要主动，要废除党禁，要废除暴禁。啊，尤其是海外有一个台湾民主党已经要迁党回台，就是咱大家拢知影，桃园县的，咱这个桃园县的县长老县长柯志荣先生要为海外。迁党回台嘛，啊，那要有你迁党回台，所以我组一个呀，啊，组一个以后就换你来招我，不是我去招你啊嘛，对不？啊，袂阁冲击啊嘛，哦，你主动来要紧啦，所以民主进步党就是安尼来啦。另看啊，主动的灵魂人物就是谢长廷，这伊家己写啊，党纲、党章、党名拢伊啊，拢伊家己的自白书拢有写着，我讲。一下诶，主来都拢有啦，哦，啊，所以为什么这八年民进党执政，八年拢无落实转型正义？啊，搁为什么？毋是干那谢长廷，陈水扁嘛，赶快啦，陈水扁前总统啊，伊为什么选调总统？诶，情义之旅，会去拜访王森？会去拜访汪静熙啊，啊，到尾还阁请王森做国策顾问，
啊，这是什么意思啊？王生是迄阵总政战部的主任呢，白色恐怖的大杀手啊！啊，执行者就是警总甲国安局呢。林义勇事件，林义勇先生因兜的命案，陈文雄教授七月初二要到啊吧吼，七月初三透早发现你台大迄个悲剧。啊，搁去台江南，汪正熙是国安局的局长呢。啊，陈文雄教授甲林义勇先生因兜的命案，伊是警备总司令呢。啊，我要请教在座，为什么陈水扁总统选调总统的情义之力，会去找这两个人去情义什么？伊毋是要人前立国？啊，人去找白色恐怖的刽子手啊！这我一直想无啊，我一直找想不通呢，我真正想无啊。到尾还佫请王生做国策顾问，哦，那有这种代志？所以四年前当一周刊你讲谢长廷佮谢依兰的关系，佮调查局的关系，啊，迄阵大家在讲哦。我有看了电视的节目啊，林立芳啊，伊讲我终于想通了啦，通什么？伊讲哦，怎么会找王生当国策顾问呢？怎么会请义之礼去找伊呢？王生一定为巴拉圭回来的无管无血啊！哦，啊，伊到底想什么？这嘛不是今日主题，你知道哦？所以我嘛这几年我哩一直想讲陈水扁总统。今日去解家吼，实在讲个，伊要出来足简单啦。但是伊要出来甲唔出来，是伊家己啦。为什么？啊，伊要落实转型正义，伊要给台湾人核心的呢。因为伊做八年的总统，伊无转型正义，无咱今日的主题转型正义啊，无落实啊。伊我都看到足侪物件呢，伊有做无？伊无做嘛，所以我常常讲，这对陈水扁总统较歹势，因为其实讲起来，伊做总统的时阵，我毋捌去找伊啦。干那我刚刚去找伊讲，拜托伊甲我处理一项代志尔。阮做这个出这本书以后吼，伫1999年，伊做总统啊，七月初八电台烧去。我出这本书付出很大的代价哦。道家书的人叫做周明德先生，在1999年的12月，冬至圆的前一天，要回去厝吃冬至圆啊。结果你死，暗时啊要到12点，死在和平西路甲故宫路口，到这位置无破案。第二，电台烧去啊，你十楼哪会烧？十多年无法度破案，所以因为了两个月火灾现场无法度清理，我去拜托透过人去甲陈水扁总统讲，伊才请人家处理。再去讲下晡就处理啊，人为纵火，就嘛一张证书，我放伫网络顶头，10多年啊吼，所以我刚才去找伊这个问，找伊安尼，讲你爱甲处理啊。因为你做总统啊，我火灾现场已经两个月，我厝租交10几万啊，一个月10多万啊，交两年我无法度清啊，所以我厝租照交，你爱甲你遐久啊嘛，哦，啊，这若有算欠伊的人情，我也同意，啊，其他我拢无，好，啊，陈总统，伊为什么就无落实转型正义？伊知影足侪代志。啊！伊那拢无做，民众即几年伊拢无做，所以人若讲输，伊互输啊，撇开，我拢讲伊死好啊，我拢足无客气，我讲死好。我为什么讲死好？你讲你司法不公，啊！你做八年的总统，一年国家总预算摕要甲两条，开免两条，你支配，你那无都解决司法呢？台湾的司法，你看伊有国会全面改选，虽然不同意，但是。勉强会接受，予咱有投票。总统后面选，
但是你司法你都无民主化嘛？啊，你司法过去甲咱撇开遐刽子手，即嘛嘛你做官，你有甲清无？嘛无呢？没有转型正义，没有落实嘛？啊，佫继续互你升官嘛？哦，地检署的检察官、法院的法官，常常嘛讲独立审判啊，啊，我讲独裁乱判呢？因独裁啊，有人咧监督无？三个总地院的法官，三个高院的法官，五个最高的法官，用个总统掠去关哦。但是谁来监督这些法官啊？陈水扁总统无做嘛？卖讲陈水扁总统无做，陈定南做法务部长嘛无做啊？伊办一个检察官，甲办一个法官，互人看就好。但是因拢无嘛，因拢无落实嘛。伊嘛是叫遐个人来你做啊，甲咱修理的人来你做啊。所以即马你司法撇开，我讲你家己现世报啊，我拢足无客气安尼讲。我讲你现世报，为什么你司法不爱改呢？你若将你司法改，和民主化推长美国的陪审团制度，啊，检察官、检察长明显啊，那有啥物假案啊？啊，伊无啊。法官，即摆可是高高在上啊，对不？尤其陈水扁总统的时代吼，我对伊非常的感冒。伊常常讲吼，伊叫拢叫区议员，你敢告讲侮辱公署啊？啊，佮伊用总统嘛，你敢告刑事啊？我是足袂爽的啊！你哪有啥物侮辱公署这个名称啊？政府机关是服务机关，哪有啥物叫做公署啊？啊，啥物叫做侮辱你啊？那我天天在侮辱啊！我们都是刁民呢，我逐天嘛你甲批评，对唔？那侮辱公署都无理啊！第二，你受宪法的保障，免受刑事的追诉。啊，相对的，你哪会用刑事干告啊？无理嘛，对不？你总统，你哪会用刑？你认为总统奉的尊敬的所在，我对也有意见，但有一人伊唔捌做用总统的名去干告，告刑事，慢慢干告民事，伊咧总统任内啊，你不能够干告的嘛？你哪会干告这款的啊？这无理啊！因为伊有国家的资源，有国家的机器，有国家的什么发言人呐、啊？伊阿妈从曾经讲无许代志，因讲的乱讲，安尼好啊嘛？啊，恁两个搞一个当事者，袂使，这无理啊！尤其是诽谤已经除罪化，这是全世界人权的潮流嘛？台湾搁妨碍民意，讲爱解加爱判刑的，这笑死人啊！啊，陈水扁总统哪会无改？没有改啊，伊无落实，伊嘛是用一套咧修理人啊，伊嘛是用一套啊，所以我对伊非常有意见啦、啊。哎、啊，尤其伊无落实转型正义吼、哦，啊，所以这部分我阁另外阁来讲一部分啦吼、哦。前几工顶抓迄个叶先生吼、哦，咱的叶贤忠先生是台湾之声的资深的听众，我唔敢讲伊老啦，伊资深啦。啊，伊有为美国回来有来找我嘛吼、哦，我才知影讲，哇、哦，啊，佫有遮资深的吼，听众，啊，即摆人伫美国，啊，伊讲问我讲，我看敢来遮因讲即套无啦吼、哦，我讲我敢咯，哪会唔敢？但是我先讲个明啦吼、哦，我无一定同意，咱的主张讲，哦，美国军政府会教咱这個，我。这个部分我到这为止无法度相信，当然我今日嘛是来学习啦吼，希望我应该相信。啊，伊讲这没有关系，大家言论自由吼。啊，伊讲我若来讲，袂讲台湾独立啦吼。我讲吼，我你放心，我绝对袂讲台湾独立，而且我会讲台湾独立吼是一个骗局，这是一个诈骗集团。啊，统一嘛是诈骗集团呐。建国嘛是诈骗集团，公投你台湾嘛是变作诈骗集团咧用的，即尤其政治人物，吼、哦，因为即拢骗人诶。啊，我为虾米台湾独立吼，即骗人诶。最近吼、哦，我一直想要来甲胡锦涛讲啦，但是我无管到。我讲即台湾独立吼，你讲民进党若放弃台独，我虽然对民众有一寡意见，
我讲民进党放弃台独，啊你就要跟民进党搞哦？我讲你找错了嘛，这个台独哦，这是骗人的嘛？啊，这青山刚进元素的是国民党嘛？啊，为什么？好，我这我拢有证据，我才敢讲的，无证据我唔敢讲。这本书是国史馆出的，国史馆吼，2008年5月，张延宪做馆长出的。基本就叫做郭介乌新先生，哎呦，《行医访谈录》一本300块，即马你若去国史馆买就有，即邮政发报去就有这本书。啊，这本书内底哦，有讲了一段啦吼，伊哩391页，内底有讲着，伊讲哦，即有法度你国史馆出的书，我相信。因拢无意见啦嘛吼，因甲唔哎嘛出事，伊拢无人告咧吼。我嘛去问董事长讲，啊，你有通告无？伊讲无啊。吼，啊，这本书上面咧，你讲吼，伊讲咱海外吼早期吼有大陆联名嘛，啊，大陆联名有签转来，啊，大陆联名吼要入迄个联名有申请书啦，啊，有申请书有。为头到尾拢两个人咧保管，一个是主席，啊一个是吼、哦、组织部的部长，啊结果讲有一个调查局的，无唔是调查局，外交部派咧美国，诶就是周延呐，周延，啊伊考条会计师吼，伊去一个王林雄先生厝的，去遐按吼见习实习两年，再无做。去开业做会计师，啊！有一天就甲王林雄先生讲，即王林雄先生讲的哦。伊讲哦，有一天伊讲啊，即、这个周先生甲王先生讲，我去美国拢都阿王先生做。伊讲哦，你家在互人民开除哦，无你也死啊，叫歹看啊！伊讲安怎？伊就甲讲哦，伊去咱台湾的调查局派你美国。华盛顿吼、哦，会调查管理厝诶，伊甲因太太伊，啊，结果我咧看到一纸哦，一沓吼、哦，诶，即个入联名诶申请书啦，吼、哦，伊讲、嗯，啊你哪有遮个物件啦？即、這个周先生就甲问啦，问调查局即个人，即个先生讲，啊你哪有遮个物件？伊讲，啊，阮内底都有人啊。所以伊甲王先生讲，啊，王先生，就讲，啊，干那两个人呢？你保管为头甲尾拢是这两个人，你保管，一个是主联名的主席，一个是组织部的部长啊。啊，到底两个人倒一个是啦？伊果去甲问调查员呐，伊讲两个拢是啦。吼，啊，讲这个代志，陈东山知影。陈东山就很生气的，找他们要算账，啊，这两个要找这都其中这个大人物是什么人呢？叫做张灿宏啦。联名的主席是调查局的啦，结果有所本哦。我这是有所本才敢哦，我唔敢乱写，这种足大代志，敢那联名写吼。那无提钱，我看伊做干嘛唔敢顶哦，哦，诶，证据嘛，对不？一定要有所本啊，不开玩笑。这陈东山批开斗争大会，批斗张灿宏，啊，另外一个叫做陈重光啦，陈重光，唔是永乐都迄个陈，永乐都袂啊，唔是共名共姓，吼、哦，伊讲拢是这两个，啊，各位，30年前，这是拢头30、40年前发生的代志。迄阵影印机无普遍呢，无影印机无遮普遍，虽然你美国嘛无遮普遍，即种只资料摕转去厝诶，大家拢认为讲是肯定报关收啦，所以即秘密咧，啊无去防灾，干因个报关，无若交落去吼，啊大家拢诶，大家较侪人知影，所以袂使干即两个知，结果即资料毋是你报关收，你调查局会倒下点。恁厝的桌仔顶，各位，这台东西是骗人的呀、
这大都是骗人的啊！伊拢讲秘密，哦，这秘密门言，大家拢秘密，干来因张知，调查给我知。好，这是国史馆的资料，所以我绝对袂画大都。啊，我嘛，我点嘛点都要画统一呢。我点都要来画统一，你知无？因为我认为讲的统一嘛假。啊，全世界即嘛同反对统一的是人，啥物人？即便是胡，即嘛是胡锦涛咧，过几个月也是习近平啊。因为全世界有倒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讲哦，超独裁都无算啦吼。啊，有要有任期制，甲你保障两届十年的，就干咧中国嘛吼。就啊，你绝对袂用甲应对，我一定爱互我做的，啊做我煞。啊，咱就伊来统一讲，啊统一有条件哦，就伊来选举啊。民主统一啊，看伊袂无？我看伊走啊碰进去哦，伊种败啊啦。所以民众实在是假路嘛。我讲假路，你著招伊来统一，民主统一来啊，要统一就来啊。伊敢无？伊唔敢。伊像咱这里批政府哦，马政府叫三顿阿妈哦，甲批哦。胡锦涛讲不要，我不玩这个。哦，你为什么讲同反对就赢啊？伊何必？来招台湾统一来选举，啊，那选无了要安怎？啊，有人讲，啊，真哪有可能啊？因十三亿，咱才两千三百万人，安怎选啊嘛输因？这个不是数学问题，这是政治问题呢。说法拢赢咱输嘛，但是政治哦，咱就赢咧，伊唔敢啊，我吃定你不敢呐、啊。你若伊敢无？伊绝对唔敢，保证唔敢。第二来伊唔敢。你讲习近平要无败？伊要就任吗？我阁做十年啊！我为虾米爱甲中甲来选举？咱选输，咱绝对输。但是伊讲、哦、我败，所以你无你唔是你甲试看卖啊？哦啊，国民众这边若要突破哦，就是就中国统一啦，民族统一爱有条件哦，民族统一就是国家主席爱予咱选。来选看卖啊！因为咱台湾人哦，位置就选啊总统哦，啊，干那一个区长无选尔，对不？剩的咱拢选，啊，咱无选哦，咱大家掠狂咧，哦，咱真正掠狂哦，哦，大家走上街头咧，对不对？无可能嘛！啊，所以咱就选举，这选举是咱的优势啊！啊，咱免惊嘛，咱来面对啊！哦，因为咱国民党有变，民众拢无变，台湾的社会无变啦。你过去讲。台湾的前途吼、哦，咱拢讲台湾人民来决定，国民党甲中国就讲海峡两岸的人民决定。即嘛，民进党、国民党嘛讲2300万人决定，佮拢共款。所以你的商品无特色啊嘛。啊，你即嘛来换啥物？好，国民党即嘛你换拍伊所谓独立牌嘛，啊，咱换拍统一牌，毋知有特色。商品来改嘛，那不你讲呢？你有改，你无改，人有改啊，啊人资源多啊，啊所以你生意如水嘛，这意思同款嘛吼。所以我是认为这拢是骗术，不管统一甲独立，其实拢国民党做出来。国民党为啥物要做这個？啊模糊焦点，恁两个去打，甲恁分蓝跟绿，统跟独，啊我两个歪哥呀。外国这个问题拢无人会讲啊！我即问来讲你外国吼，你讲啊，你独派，啊无伊讲统派，所以即卖民众唔敢讲林毅是外国啊，唔敢。伊讲安尼蓝绿对决，所以互伊做干先定嘛，拢是安尼啊，对不？撇开去啊，无你相信民众的人无遮资料吗？保证有嘛？啊有伊卖啊，因为这蓝绿对决啊。所以，予伊做工去盯，无你甲看，早起时啊，八点，啊十点就开记者会，资料拢准备好，还标语拢做好啊。啊，刘伟，敢有遐闲个？你遐咧等咧？你待命诶！整一下嘛，讲嘿，明仔载伊做工要出来啊，你三个去哦、喔，对不对？啊，暗晡要出来，唔知有新闻性对无？所以，即拢讲好势啊。啊，统一跟独立，其实咧台湾。借助就是蒋经国总源头，所以包括即阵咱台湾嘛是个蒋经国咧统治啊。不管你民众之前、国民党之前拢共款，
拢同款。啊，台湾同大个问题是贫富悬殊的差距，伊唔爱讲啊。哦，啊，伊即摆一直讲即款物件，啊，模糊一个焦点啦。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哦，啊，今日我已经讲一点钟去啊，吼，大家若有意见，咱大家用讨论的，卖讲干呐，我用讲的，吼，用讲安尼，干呐我咧讲一样，我嘛爱听大家意见啊。安尼可能双向沟通哦，啊，较有我都诶。激发一挂火花啦，吼、哦！啊，所以是不是有意见，咱大家来讨论好不好？用讨论的啦，哦。啊、各位同学，咱真难得吼，咱迄、那个柯贤吼来甲咱讲真些精彩物件。大家若有问题，尽量来发问，阿辉来甲咱解答安尼。请大家踊跃发言。来，张振洲，张振洲先生。许先生你好哈，请教一下，为什么你对台湾民政府不认同？是什么基于什么原因？我拄则有讲个吼，因为我所了解较无多，啊，目前你要叫我相信，结果有困难啦。所以我今日除了来讲抓了袂下个问题。啊，我嘛是来学习啦，来了解，哦，啊，所以你问我讲，为什么这个无多认同哦？第二来我无多啦，哦，第二来我无多，因为这以我伫美国嘛，我伫其实咱这个租金哦，会延伸我要甲大家报告好不好？这几十年来，全台湾有一个节目，台湾之声有一个节目，唱美国国歌啊。超十年前要加入美国联邦了，加入美国联邦。啊，迄阵有几个人去台湾之声讲呢？我应该在报告黄玉琪，哦，侯清耀，哦，啊，这个伊隔壁阿哩因离开。啊，迄阵何瑞元也有咧插啊，但是何瑞元无上节目，哦，所以在为安尼演变来。为遐演变嘞，我刚安尼讲，咱电台第一经来讲这个台湾甲美国的这个问题甲迄落个问题，我相信是台湾之声，我绝对无拖大。啊，但是我为啥物这段时间较无惨？因为我挡袂掉，我无遐侪时间啦，我无遐侪性命，哦，我无遐侪性命。啊，所以我有差。差不多几十年来，七八年来，我拢无参与这个部分啦。我无参与这个部分，因为安尼吼，这建这块呢吼，比我咧建调查局吼，搁较辛苦。吼、哦，因为可能这个人你唔捌哩，这个人唔捌哩啦吼，所以我简单安尼，甲你回答我遮就好啊。因为一寡无方便，我来讲，我别个。增加一寡困扰。来，陈先生，你有问题？来。我叫林志兴吼，啊，甲柯先报告，你所了解的台湾民政府，你讲为1951演变来吼，这点我甲你纠正，完全不对。这个台湾民政府这个论述，伫发生以后吼，这个。何瑞元，哎，不，何瑞元，侯清耀加迄黄玉琪才加入，所以是咱先民政府这个论述先出来，然后才这个侯清耀加黄玉琪啊加入我们的团队，是咱这个论述先发生啦。因为伊的论述可能看下你讲迄个51周哈，其实一开始咱就已经讲51周唔是咱的论述。为着这个51周的代志，这个中评社哈、啊，啊，甲《中国时报》有将咱这个论述讲讲到51周，我甲告，我告讲吼，《中国时报》伫迄个啊做《中国时报》的迄个网络吼、啊，我甲伊讲吼，连续4天吼、啊，登伫头条内底，袂当甲改变，因为我甲告嘛，啊，落尾啊，因无多啊，只有投降啦，所以中评社甲这个啊做《中国时报》啊。相差用咱这个台湾民政府这个论述讲，我们在支持51周，其实不对了，所以可能跟你的想法无啥共款。过来呢，
开始这个论述拄啊开始的时阵，我是全台湾的演讲，迄当阵黄玉琪甲何清耀拢有对我落去，但是做我一半的时阵啊，这个黄玉琪啊，有一天啊，凶凶啊，全无看人，啊很奇怪吼，啊所以我就迄当你甲何清耀讲，哎呀，这个黄玉琪那凶凶无看，但是呢，这个黄玉琪当时安怎讲呢？因为迄一摆迄个李登辉总统吼，伫迄个来来香格里拉的演讲。啊，迄、那个黄玉琪亲自甲我讲，我讲、啊、你乃跩雄雄跩无看人，伊讲吼，伊伫做迄个留学生的生意啦，啊，开始要做中国生意，所以伊暂时无要参加，是为遮来啦吼。啊，落尾啊，即个何清耀是因为咱即个落尾啊，台湾民进会啊做会馆吼，开始搬落以后啊，因为本来是何清耀要伫伊的办公室，伊讲伊退出51州啦，啊，要来支持台湾民政府所讲的即个论述。所以甲课程你的了解就是讲，咱的延伸是51州，这可能有一些误解啦，不是啦，其实不是啦，是咱这论述先出来了，才发现啊，或是有时间吼、哦、嘛，拜托这课程吼、哦、啊，你会来了解咱整个的论述。啊，我相信讲你若知影以后，你会相信啊，而且你会支持啦。啊，多谢，谢谢。拍摄拍摄，我因为我就我所了解的吼，甲大家报告的是讲，我哩从开始的时阵吼，林先生你也无参悟吼，就是讲可能也无咱即马即个诶论述啦。那讲头前迄部分吼，是何清耀、黄玉琪啊，甲何瑞妍，幕后是何瑞妍呐，何瑞妍的论述啊，所以何瑞妍迄阵有甲我讲讲，迄阵林先生可能你也未。你阵咧狂牛电视，搁咧做总经理，吼、哦。迄阵阮咧处理是讲，伊要去拍官司，吼、哦，拍官司啊，介绍拢有甲讲，阮拢有处理。啊，但我到尾啊，因为互迄人事的困扰，甲黄义奇的即、這个，吼、哦，我挡袂掉啦，吼、哦。因为黄义奇最近嘛是搁为了即个啊，人美国的王先生来台湾出一本书，啊，伊吼落去挖去啦。啊！才开始哇，那我风风雨雨，啊！伊拢家己拢会晓批评人啦吼、哦。我嘛就公开讲诶，伊家己做留学生家长协进会诶秘书长，啊，家己搁咧做留学生诶生意，用尽即个协会诶资源，啊，只要伊有诶所在，都有困扰啦。啊，你不胜其烦，我想要卖惨啦。所以我要讲诶是即部分吼、哦，就是讲何清耀、黄玉琪有咧台湾之声主持节目。讲加入51州，啊，后壁就是何瑞妍。啊，我唔知何瑞妍安怎甲恁甲尾啊，安怎演变吼，变做即个爱因离开，即我无了解啊。因为等于我就断了线。我的工作，我即嘛做的工作，我即几年是伫做，除了了了尾啊以外吼，就是落实即个转型正义。啊，所以就是我伫找翻译，因为翻译拢无民主化。啊、所以我回头较无咧走，我拢咧开庭啦。啊，我本身毋是律师哦，吼、哦，但是我有请教朋友，朋友甲我教，所以我会晓程序迄个庭事。啊，我拢咧替一寡弱势的人，啊咧拍官司。啊，纠正法官，你无按照程序来，所以我即摆主要扛起，就是咧做即、這个造法律啦，吼、哦。啊，另外我就是咧推动哦，咱迄、那个咱台湾的即个保险哦，400倍啦。400倍，咱即摆才2.58倍尔，收益，但大家拢用便宜吼、哦，所以对这部分我实在是断了线啦。啊，恁讲安怎演变哦？我是要讲的意思是讲，因为伊是先啦，应该伊比你较先啦。阮明离差不多2001年，就伫电台公开，所以阮足侪录音带，阮就伫放报美国国外啦。啊，到这些这个论述安怎演变？坦白讲，即摆甲顶摆有啥物无共，我唔知啊。啊，所以你要叫我相信这个，我无法度嘛。所以叶先生甲讲，叫我相信就我无法度，我唔敢相信，因为我哪可能相信讲训练400个人、4000个人，啊，美国军政府来将军官教予咱，咱无可能的代志啊。我讲这毋是美国军政府的问题啊、哦，哦，这是奥巴马的问题哦，国安层级啊，毋是军政府。所以我是安尼的讲法啦吼，歹势吼。王健，当然啦，这个论述吼，咱的论述是真，拢根据这个战争法吼，啊，所以吼真复杂啦吼，啊，所以像美国军政府后边就是美国总统啦吼，啊，所以咱慢慢来，
这里请柯云吉先生慢慢甲咱了解咱的律师。稍来去，咱潘良华副主席有迄个问题。来，柯先生，我请教你吼，即马目前台面上较有指标性的人物，对几个是了别啊？你有甲认定？啊，你是安怎甲认定伊的背景安怎？感谢你。这个哦，坦白讲吼，即马你要伫调查局遐资料出来作证，有困难，有困难吼。所以我即马无法度甲你讲倒一个是，但是应该你敢讲应该倒一个唔是啦，吼、哦，倒一个唔是就对啦。倒一个是我唔知影咧，啊，倒一个唔是我用咧看出来哦。安怎讲呢？这个有几落项啦？咱来先讲吼，我即马拢安尼可能讲。你社会运动还是政治运动的？那做了别啊，有啥物好处？啊，若无做了别啊，还是无甲情治单位关系好？情治单位甲国民党个另外一个哦。嘿，情治单位是调查局的哦。啊，国民党个党主席是定哪里换人哦？情治单位是规套的人哦。所以，参美国个胡佛是用个控制四十年哦，联邦调查局。啊，这做了不要有啥物好处，咱来讲啦。足荣华富贵即句呢，荣华富贵足紧呢。闲个吼，咱一般来卖做生意是讲白手起家啦吼。啊，那做政治是讲吼社会运动吼一帆风顺呐。因为你干那一个，比如你我一个人，你一个人啊，人后边有一群人，你甲你帮忙嘛。你只不过是人个。什么呢？布袋戏人啊，你人尔啦。啊，伊甲你讲啊，你啊，咱头目睭是你头前着，人伊后壁佫有目睭啊。哦，所以伊人伊接近啊，第二声吼，伊若有回文袂驳发，有错文也无代志，逢凶化吉啦。所以你去甲看，有政治人物有法度安尼处理的。譬如讲。咱咧选举就好啦，张俊良就好啦。我讲张俊良是啊，我拢明讲的啊，十几年前我都讲张俊良是啊。啊，咱来讲张院长就好啦吼。伊为什么是？你家想看嘛？伊选立委选了侪遍，啊，立委迄阵的选举吼是高雄一区内底选几落个，对不对？啊，伊有私生子，啊，来选举的时拢无用恶出来。对不？第二天喽，你到明仔再要投票，因刚才跟你讲啊，你就倒啊，你就一枪毙命啊，免算啦，妇女票就无去啊嘛。啊，为什么国民党无跟你哦？因为迄个选举方式，大家唔是男女哩对决啦。迄个选举，那即摆一对一是男女对决哦，顶摆唔是哦，顶摆是我是国民党，我乌我国民党的票，民进党乌民进党的票。国民党的票袂投，民众票袂投国民党，所以我就免甲你迄落，啊你家己的人阁袂用恶的，所以就过关嘛。啊，但是甲吴敦义甲张俊良选市长，啊，就双人金头就走出来啊，对不对？哦，好，啊你若错误呢，无代志，错误无代志啊。外国的无代志，反而遐就搜索伊啦。因为检调检察官为什么咱即摆成立一个廉政公署？来调查局会结案嘛？啊，调查局为什么结案？有人讲成立廉政署无效，我讲有效。伊讲有啥物有效？我讲加减有效哦。因为廉政署吼出來本来是一间店啊，四摊的店啊，干呐一间叫做调查局，即摆佫加一间。叫做廉政署，因会去拼咧，对不？因会去拼，会擦枪走火咧。哎，大家要拼啊！周志荣署长今麦甲调查局爱拼啊面，哎呦，吼、哦、啊！所以廉政署较无遐侪政治了白啊。啊，这边较侪啊，调查局这根深蒂固啊，吼、哦，根深蒂固啊。啊，调查局的姓名，伊袂用家己搬掉呀。伊哩市面上遐侪政治个，伊拢有啊，伊袂使啊。
啊，但是廉政署这边较少嘛。啊，我唔是，我所谓县民哦，我唔是完全反对县民哦，我唔是哦。我所谓县民是讲政治啊，社会的县民呐。各情治单位拢感官，全世界拢感官，拢爱有县民嘛。但是迄个县民是要跟你打击犯罪，对不对？啊，不，你哪有县报啦？啊，你污点证人嘛是县民呐、啊。干不要转换这污点证人，对不？啊你，伊讲哎，你就是廖白啊？哦，只有刚才最近面板业，咱台湾的面板用发了哀哀叫无？啊，三星就是廖白啊，伊做污点证人啊。啊，污点证人，咱就讲叫做廖白啊嘛，对不？我、哦、所以大家伊就去嘛。啊，所以我要先甲大家报告是讲，我唔是反对县民迄种，所有县民拢反对，唔是，我是反对在政治县民。个社会运动的县民呐、啊，啊！你政府你袂使去用这政治县民、个社会县民来打击异己啊，这袂使啊！啊！但是呐，犯罪、检举犯罪，哎呀变，你今日让你做局长，你嘛是爱用县民啊！而且我主张讲啊，发检举奖金发较侪咧。做到时我个建议讲，咱台湾要进步，足简单啊！送红包的人吼、哦、来自首。一定的时间来自首啊！你用送红包所赚的钱，买给你讨，搁免钱。但是你若不爱一定的时间来自首，后摆查到对不？有罪嘛？啊！你爱鼓励人来自首啊？县民嘛，你若无县报，无得办案呐、啊，对不？因为政府淹没去啊！啊，所以我是即我咧讲的迄个转型正义是指这部分咯吼，所以我唔是所谓县民拢反对啊。我顶多讲县民爱给奖金给较侪啊，那要紧，政府变的预算啊，伊唔敢歪哥啊，对不？你我兼顾犯罪，你爱奖金给我，你唔能安拖拖拉拉嘛，你较大方发给人嘛，啊你袂敢诬告的嘛，对不？啊你性的成本，我全民都是廖白案嘛，那要紧，伊是检举犯罪。啊，唔是做政治的哦，吼，唔是做社运的。咱社运甲政治就是这种的呀，所以各团体内底拢有啊。参讲你过去你行街头，发枪发杀的哦，甲尾伊拢无代志。伊叫你去枪，叫你去杀啦、啊。你就去啊，啊伊无代志，伊拢定来性命依赖。所以我安尼回答的是讲，要安怎知影是唔是？你社运动内底啊，拢无代志的。哦，啊，政治人物内底有绯闻、有丑闻的，拢无代志的。哦，啊，刷落去，这调查局有八例尔啦。你看一个团体内底吼，挑拨、离间、分化、打击，差不多拢是啦。伊这用个挑拨啊，兼个离间，离间个挑拨，排列组合看几种啦、啊。哦，这足恐怖呀、啊！所以我拄仔讲迄个谢崇敏先生啊。国策顾问，伊讲吼，伊关过两遍，有调查局关伊，啊，北京个敬重，吼、哦。但是若有第三遍吼，伊爱互，不爱互敬重呢，爱互调查局，不爱互调查局，爱互敬重，因为敬重是军人嘛，啊，直来直往，同齐甲你拍拍弄弄的，你第一期的皮肉之伤。但是调查局迄套吼，吼、哦，迄音塞音的哦。塞 email， 所以我定来套一句话讲：苏金昌甲谢长廷两千块八年的初选呐，伊讲啥物？伊讲谢长廷是刚巧无？至理名言。啊，迄个吴炳瑞啊，伊个头家有知啊？吴炳瑞讲谢长廷是哦，人前手拉手啊，背后下毒手啊，传神。啊，刷落去。谢长廷的地主吼、哦，郑运鹏啊，伊隔壁办公室个啊，伊做助理的啊，是郑运鹏。伊讲和解共生吼、哦，就是啥物叫做和解共生？讲你圣经啦、啊，还是宝剑顶头，你宝剑顶头吼、哦，刻圣经还是刻佛经啦、啊？吼、哦，啊为后壁个插落去吼、哦，叫做和解超生啦、啊。就伊讲的哦，就著作权拢我拢有因素吼、哦，所以。塞音的就是啦，啊！你去看，
所以我无法度甲你讲杀人毋是，杀人毋是，因为安尼我有官司走未完啦，对不？我官司走未，我大家问你走法院避避过咧，我来举证咧，啊举证我无资料啊嘛，我讲平常心讲，我敢若有法度讲一个大恶性，所以我抓一个人就好，小张情绪就好啊。哦，伊个几个啊，伊个几个嘛吼，所以我安尼回答恁老同意无？有什么问题，请人来发言，来问个请教来。陈思珍，你有够大声吼，还是用这好啦，因为爱录音。好、哦。柯先生，我请教你。你虽然暂时即卖无法度认同这个民政府啦吼，啊，毋过我要请教你，你即卖读到底？台湾的地位伫倒位啊？吼、哦，你即摆以你家己知影的吼，啊，台湾的主权伫倒位啊？吼、哦、啊，你若是讲这项唔知道，我就讲，啊，你再来迄度吼，了解咱民政府的网站哦，家己要较深入看。吼、哦、啊，所以讲吼，阮这大家是拢来听律师了，了解台湾是安尼。吼、哦，拢唔是国民党读册来有底看的就对啦。吼、哦，啊，即摆我是讲请教。因为我听你啊，我足艰苦。你这民主先进的人吼、喔，阮这是算讲有哪跟随你的吼、喔。我想讲，阮都拢知影，啊你哪还阁唔知？无咧甲阮注意啊咧。我想讲，以你了解即摆台湾地位是啥物？吼、喔，啊甲国际地位，啊甲主权安尼啦。吼、喔，好，谢谢。好，多谢吼。我吼，你1994年。十二月初去美国，啊，我去一农民去教养，怎为了抄电台吼？啊，1995年十月三十号，31号为美国离开美国。你迄一年中间吼，我除了你美国，为了言论自由吼，你抗议抄台，啊，我差不多行25周啦，离美国，写美国25周吼。啊，另外一项工作，我就是你。了解台湾管理法，你美国的台湾管理法，啊，所以这个美国的台湾管理法吼，当时安怎制定的？因为我拄好去住伫华盛顿 D.C. 吼，伫 D.C. 的王明雄先生厝的，伊是伫华盛顿内底为台湾人的家庭，一般来讲拢是住宾州啦、马里兰州啦，吼，啊个，搁是啥物州啦？宾州、马里兰，又欢迎三个州嘛吼，维吉尼亚对，啊，伊是为台湾人吼，诶，家庭，所以阮差不多台湾人若有去美国诶吼，应该拢有去因家住，所以阮我伊最近一本书，我甲讲吼，迄毋叫前进 D.C.， 迄应该叫做 D.C. 前进美国白宫，还是华盛顿的指挥所，因为那新起人。困眠床，啊，较晚起的人吼，眠床有人困，困碰椅，啊，碰椅若啊有人困，困地板，啊，地板若有人搁困，困囡仔房，所以我拢困个，吼、哦，啊，这个王林雄先生做，啊，伊就有甲讲个这个美国台湾关系法吼，界定的这个界定啦，啊，伊迄阵也无美国护照，所以佩尔参议员吼，啊，就。就是为了陪有两个人嘛，其中一个嘛是陪而且是李奇嘛吼，所以就是你界定这个台湾管理法。啊，你讲当年你讲即卖这个台湾地位，我认知是未定论啦、啊，吼，我是认知未定论。啊，当年这个美国台湾管理法，所以我们定来你甲因小庆讲，啊，你讲要统一，啊要独立，啊唔能去组团去废除台湾关系法。啊！你若台湾关系法，你无废除，你变哪统一，变哪独立，你是搞阮骗啊！哦，啊，所以你甲讲的这部分呐、啊，我会认知啦吼。啊，所以我讲，你讲主权当然属，那即摆要属台湾人民的嘛。哦，啊，但是迄个佫正争议的就对啦吼、哦。所以我实在是较无迄个时间哦，你处理这个问题。啊，我拢足关心迄个台湾关系法。哦，所以这我是安尼简单甲你回答，谢谢。罗姐，你刚要甲说明者，没有？请
请秘书长给大家做一个说明。啊，足歹势吼，靠势，我毋是挑战啦，嘿，我是干呐是讲迄个纯粹吼，讲即个理论安尼啦吼。即、這个请问台湾关系法内底所讲的台湾人，伊的用意是啥？啥你敢知？The people on Taiwan， 请问这句话若要翻译做啊做汉语的时阵是毋是翻译做台湾人？应该是嘛吼。这个上海公布《旧金山和平条约》中美的这个建交公报跟八一七公报吼，内底讲的台湾人吼，美国伊用讲 The people of Taiwan。白白台湾人是安奈一个叫做 The People of Taiwan， 伫像伫即个台湾关系法讲 The People on Taiwan， 特别讲台湾关系法是害死台湾人的法律啦，因为即个 on Taiwan 意思讲吼，包括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伊是伫保护遐人，伊真正保护台湾应该是《旧金山和平条约》才是保护台湾的。台湾关系，迄、那个台湾地位未定是正确，啊，但是这个未定是伫什么未定？就是伫这个现主席来讲啊，台湾要个什么人诶？其实你若小可变了，你就知影。这美国吼，特别讲你今日讲无形象台湾民政府，我认为讲合理啦，因为你唔知影真济代志，包括台湾民政府现主席伫2010年诶7月7日，美国国务院。甲这个国防部协助咱伫华盛顿 D.C. 设一个办事处伫遐，甲今日还阁伫咧。刷落去2010年的9月7日，替咱办一个酒会。这个酒会五个单位来参加：国务院、国防部、CIA、国家安全会议，甲这个也是司法部。啊，这個、人来参加是代表，是毋是代表承认？当然是代表承认。尤其这个过迄个美国的法院的时阵哦，有得到5点的一个结论呐。啊，就是台湾人哦，无国籍，台湾人无国籍成员政府，台湾人生活伫政治的炼狱，啊，台湾人啊、哦，这个叫做今日的台湾呢地位要搁伫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中，搁一点就是讲哦，要求法院要求行政单位国务院爱主动协助台湾民政府这人的要求，所以呢，伫这个叫做11月7日，2010年的11月6日啊。美国正式帮忙咱成立台湾民政府内阁甲参议会，啊，刷落去，参伫全台湾啊成立6个州啦。其实有遮经过吼，可能你可能离开伤久，你无了解，啊，所以若有时间吼，再来甲可能吼交换意见。啊，我相信你若听听的，啊，搁遮证据互你看了，你会相信台湾民政府是正确的。啊，所以我要甲你报告就是讲吼，其实51州的时阵我毋知影，确实我毋知影。那是李登辉先生在2004年的时阵哈，会叫我讲将战争法放在内底，然后我才去熟悉何瑞元。所以何瑞元伊嘛唔是相信51州，所以你讲我在伊主导，其实应该不是啦，应该唔是伊主导啦。因为后尾啊，这个我开始写这个论述以后，何瑞元才加入咱这个内底，所以可能在这个时间上哈，有一个落差啦。哈，以上报告，谢谢。好，多谢多谢，因为我要甲大家报告是讲何，我讲何瑞元不是主导啦吼，就是讲何瑞元嘛是迄、那个因哩归下来对，但是因捌上过电视，上过节目，即我爱特别声明啦。啊，我知影因所有的论述拢是以何瑞元为中心啦，哦，迄是稳定，迄阵当你运作。啊，至于讲恁甲要按伊安怎按，甲恁安怎，即我无了解。即我袂晓乱讲的，因为我事实我无了解啦吼。啊，当然，即、這个我若有时间，我会来好好来研究这部分。但实际上，我即摆实在是吼，较无时间，因为我已经60岁啊吼。啊，毋知要偌久要死，我嘛毋知咧吼。啊，所以，我的人生吼，若讲活到80岁吼，我嘛阁剩20年尔嘛吼。我用个吼，那。一方面，另外来落实这个转型正义啦，哦，因为他看了德国，人有落实转型正义，啊，咱台湾无嘛，啊，所以咱大家个搁在遐里算啦吼，啊，第二，
我即马用较侪时间哦，是你用你吼，因为咱台湾的即个贫富悬殊的差距愈来愈侪。啊，我用个讲算不幸，啊，我嘛用个算足幸运，就是我对于即个台湾的保险即个制度啊，我有去了解，有去研究，我已经用三十多年的时间啦吼，啊来你。来你处理这个代志，但是呢，因为我一个人要对付财团哦，实在是，吼、哦，这足辛苦就对啦，足忝的，吼、哦，啊，所以有当时也实在是较无时间啦，吼、哦，啊，真歹势，啊，我人生那有法度，你外个的过程中哦，我后摆有法度为台湾即卖喜欢的倍数吼，为即卖。2倍半，那我都提升到100倍吼，啊，我就死而无憾啦。因为人外国500倍嘛，啊，咱台湾人的1%，所以我那我都推到到100倍吼，我死而都无憾啦。啊，所以剩的代志我实在是我无遐多时间啦，吼，因为是我年纪嘛60岁啊嘛，啊，过去40岁，啊，即摆是60啊，所以已经。时不宜我啦，吼、哦，等下。60岁吼、哦，算少年啦。我即摆伫田里做工课吼，我也拄到一挂即老农吼、哦，爱相问嘛，讲哎，我一上你几岁？伊讲80外，伊讲问我我几岁？我讲60啊，少年啦，要会做到80外啦，吼、哦，我妈妈做到94，伫田里做到94。来，即摆罗先生来，咱罗先生有问题要甲。那你许荣奇先生请教来，他过来叫我。柯先生，感谢你这么疼台湾吼、哦，啊，60岁，伫阮讲起来是算少年的啦，足少年的啦，但是为台湾贡献吼，关心遐久，我那真正感谢吼、哦。啊，我有一个问题，想要来请柯先生请教柯先生哦。我平常若甲亲戚朋友，也是讲在咧讲的时阵吼，我常常会拄到人讲一句话吼，啊，咱中国人安怎？啊，我因为有一个同学吼，高中的同学，伊尾也是读政大啦吼，最后嘛伫政大做教授，啊嘛，因某囝拢移民去美国吼。啊、我就是因为安尼，大家同学安尼聚会，伊讲一句讲啊，咱中国人，我随意甲因讲吼，拜托个教授吼、哦，你若中国人，你讲你中国人，卖讲咱中国人，因为我唔是中国人吼、哦。啊，为着即句话吼、哦，我就安尼对伊印象较歹吼。有一摆，阮同学讲要招伊来阮兜拍麻将，我讲啊，卖啦，卖来啦，我对伊我是无多忍耐。啊，我唔知啊，柯教授、柯神吼，你平常你主持电台嘛遐久吼，啊，是唔是我那拄过即个讲咱中国人即个问题无吼？请教你，拜托。谢谢。哇，这位朋友拍摄，我第一我唔是教授哦吼，所以唔能安尼甲我称哦。我无教授的资格，我无律师的资格，大家拢无吼。即、這个我去年吼。去年坐一个华丽星游轮哦，丽星游轮去石岩岛啦，反正我唔捌去嘛吼。啊，要落船的时阵哦，因为是免签，伊就我摕一张迄落，讲用个出去哦。伊假写国籍讲中国啦，啊，我就话吼，我想摆落去啊，啊，大家摆咧摆到我摆落去啊，伊讲为啥摆落？我若无中国护照哩。我是提台湾护照，我讲我唔是哦，所以伊隔壁，我母头半点钟，大家拢出去啊，啊大家拢坐游轮车出去，干那隔壁剩我一个吼，就按最近实验岛去行，因为落车大家拢走啊，伊甲解放台湾啦，啊我转来就外国阿婆欢迎啊，我嘛看我的脸书镜头，我都无中华人民叫个护照，因来讲我是中国人啦吼，啊所以我要用这个甲你回答嘞，就讲。当然有足侪人会安尼讲啦，吼、哦！啊，我拢甲讲，你啊，咱也无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咱也是中国人，哦，所以用安尼来甲你回答，唔知你同意？谢谢。哎，雅虎有意见，有问题来。
许先生，我是泰尔族的。两个问题哦，一个问题是，不晓得有没有研究过原住民也有廖北啊？在过去我们原运的时候，我也是创始之一，我是牧师。原全会、权力促进会听说了，但是我没有证据了。那假如说不是事实，就把它摆在一边。那有的原全会的几个创始人也是被这个蒋老伯啊的这个总头目啊，他们那一派的也是把几个原住民送到日本，一些的也拿一些的经费了。那这个不晓得有没有听过，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对阿扁，因为平常2000年我在长老教会做一些重要干部的时候，我就跟阿扁一起，他说：“哦，这个是阿扁牧师，因为脸色差不多。”不过现在因为开过刀，所以比较瘦了。那曾经我们在马告国家公园成立的时候，我们33位的咨询委员，我们13位都是传道人牧师，我其中之一。那本来已经要宣告成立马告国家公园，那出来了一个也是胎儿组的廖北亚廖高金素梅一党，就破坏了整个马告国家公园。其实那个是共管机制往原住民的这个主体性，我们是非常强烈的。那是不是因为这样的事情你不敢说出阿扁另外的一个，当然因为时间的关系，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关系造成他不愿意去宣告马告国家公园？那另外就是说，2001年的9月，我们成立的台湾原住民在垦任契约大会的时候，我是台湾主体联盟的总召，当时就跟阿扁来契约，结果还是最后就被他骗去了，就没有办法真正成立原住民主体。当然我来到这边上课才知道说，哦，晚来鸟气啊，这些 ROC 的民进党也在内，所以这些的内幕不知道是不是有关于刚刚许先生所讲的廖北啊。谢谢。首先我要向您道歉，因为刚才用都有一些用闽南话台湾话讲哈，哦是那天有啦哈。不过你现在因为你用北京话来问这个问题，当然用北京话回答了哈。每一个团体里面一定都有了，在国民党统治哈，不只说政治团体有，摄影团体当然有，因为他才可以操控嘛。他才是一定有的嘛。那我们在这个摄影团体里面哦，或者政治圈里面，其实如果没有廖北亚那才怪的，不可能没有嘛。那尤其是哦，像我们说马英九是职业学生，那一定的嘛，这个我们不记，我很少说马英九不是职业学生，我本来就是认为他是职业学生，因为他是国民党中央奖学金出去的吧，他旗帜很显明挂的，我就是中山奖学金，我替国民党，我拿国民党的钱，我帮国民党做事，这个天经地义嘛，这个没有意义，因为你相信他，那你自己傻瓜嘛，对不对？我讲这个不客气，因为他就是国民党的人嘛。那今天我们很简单，就像您刚刚讲的，你的族人啊，有一些人嘛，对不对？都跟你讲同样的话，你会相信他嘛？今天如果他不是你原住民，就像我今天如果去原住民的团体，你会相信我们吗？对不对？好，同样的，所以这些国民党栽培在摄影团体一定是用他们的人跟我们一样的，所以我们台湾人常常说，我用台湾话讲啦，因为这个他说台湾人
放流胶刷吼，无做堆啦，有没有？吼、哦，当然不会做堆啊，因为有料别啊。我本来今天、哦、到车上我才忘了，我说带哦，带一只料别啊，用北京话讲的无吼、哦。那我还有一个讲法，就台湾话讲料别啊，不是干那料别啊、哦，还有很多很多在描写他了哦，不。各位是我们来动脑一下，有时候我的想法，你知道不？哦，所以为什么台湾人交放流交刷，放流交刷袂做堆？啊，你都有料，不要你家你袂用，互你做堆的嘛，对不对？啊，做堆我得派通敌啊，你我就不好统治的嘛。同样的原住民一定有嘛，怎么可能没有呢？我讲不客气的话。原住民的团体里面有组织嘛，你要选举你他透过，除非不然你根本没有机会的，对啦。以前民进党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你说那个选举会捉对厮杀啊，如果一个如果没有人去抽他不会去杀嘞。以前我们看到那个捉对厮杀，三个捉对厮杀两个都当选，那就是人在搬戏嘛，在演戏嘛。如果今天我们两个人选举，我不会插他，他也不会插我。哎，我们台湾人说啊，寂寞两年搬不谈啊，只有你一个人在谈，那戏都不会搬呢，对不？就像我1998年、哦、为了抓廖彪去选立委，这个议题他就不碰了啦，那碰我就当选了嘛，他就不碰了，叫冷处理，就让你这个石头、哦、去打到那个棉花，不会反弹嘛，对不对？那所以你刚刚讲的这个东西，这三个问题哦，其实就是一个问题，一定有，但是我没有资料，那么多人啊，我去哪里拿这些资料啊？这些资料一定有据点，调查里面有人嘛，对，那谢长廷是不是算是最 top 的？最 top 的人物哦，层级最高的、啊、他是蒋家的啊，他是蒋家哦，蒋家嫡系哦，我这个他自己承认的嘛，哦啊，那一般的县民是在地方上打听消息的哦，啊，像摄影团体一定都有，我讲不客气的话，贵团体一定也有啊，啊没有的话，调查局哦，龟山这个据点的人哦，爱俩等于共卡争，因为你们在开会的时候他都不知道啊。确实如此啦，我们这边有这个廖彪来参加，我们也知道谁是廖彪啊。有的地方是美国 CIA 告诉我们，哎，注意哦，你们今天开会里面呢、啊、有一个什么单位什么单位的人是国民党的调查局派来，或者国民党廖彪哦，哎，所以有一点精彩。好，现在我们请那个黄州长讲几句话。哎，问问题。真多谢柯先生。今天日听上这些吼，可能也是由我引起的。我刚刚咧讲，拄啊讲，这位叶贤忠，秘书长嘛讲讲，黄所长你的口才足好。确实咧，伊是看网路来的，看网路来有一间可能。咱讲到土的，啊，就是要去放尿。我这个人真好咧，来啦，啉咖啡。结果呢，利用几分钟久，我讲啊，你倒倒，啊，永和，永和是我管的，也所以讲才加入我新德州。啊，所以讲这个一个机缘呐，讲来讲去，台湾嘛出一个道士，为着转型。正义的这个靠神仙，所以讲我今天是向你念90度的结晶，啊，真让我钦佩所在，奋斗几十年啊，了解这些政治人物，算台湾的这些百姓，正港的台湾人，你莫失志，靠神仙，我是讲。甲既然为着正义而转型吼，算遐久啊吼，
骨灰这些照别的照家安尼老岁老弟，少年啦，六十岁，我七十几岁都还阁安尼，惊惊该转的吼，对，无唔对，照别啊，这万嘛是有，啊，所以讲，我真爱甲你共同奋斗。叶先生即摆阁等于美国，昨昏来我嘛是用个批，所以我的网站呢，至今两个月已经超过一万四千几，副座是不是安尼？一万五千几，会使打破纪录。我每周都是我有黄组长的话，所以讲我要来呼吁。可是咧，我实在讲到我心嘛。真酸啦！我的囡仔咧代代，结果遮个拢无咧自卑。我讲你做你的教授，台湾到底是日本的还是中国的？硬硬半点钟都印未出来。结果台湾民政府是我家己走来，在做真无了解我迄落。李所长是我的副组长。伊养过做比我较大，我也过会管。但是伫司法界，我是老师，我是司法家，报纸甲刊干的讲，我是学做啊国宝级的。我去甲要死，连迄个记者都我都干嘛？七十几岁甲讲我是国宝级的，唔通遐呛。人出于众，众必毁之。所以讲，事出于人，风必浊之。柯先生，你就是上过名芳四海，啊！一个发射台的人用直升机都把你吊去走的，唔通啦！我甲叶先生讲，黄组长，那叶迄个柯先生来了，大家有法都甲咱支持咱的发射台，台长、州长互你做，我讲敢有迄个机会？啊，所以讲，这个可能情节我是无要甲了解遐尼多啦。后后呢，佫更加了解啊，阮民政府的真正这个心态佮做法，啊，佮甚至为着百姓，台湾正港的百姓吼，你都口才较好，希望我会甲你做好朋友，好不？啊，我。好好向你去恭敬的拜谢，多谢多谢。叶先生为着我去的，今仔你今仔日，你名芳四海嘞，我唔知遮缘投啊。好啦，共同奋斗哈，多谢你，多谢你。哦，真多谢啦哈，真多谢，真多谢。我迄个叶先生有甲我讲啦吼，爱讲你有要提一本书啦吼。啊，我吼，因为我这煮吼，这拢烧去的啦。啊，迄阵我抢一寡回来吼，所以这本书我今日有抓来啦。吼，谢谢，谢谢。这个叫做全民公敌调查局。谢谢。我要甲大家报告，因为阮这资助已经较少啊啦吼，所以我有将大部分的内容吼，放伫网络内底，那种网络容易下载。全民公敌调查局吼，啊，这分做两部分，一部分就是周明德甲我处理的吼，啊，另外一部东厂调查局吼，迄是白先去处理的，所以这本书内底有两个比。因为比较无同款，啊，我无写，因为我迄阵无人同我写，我拢口述。啊，我啊，迄个周先写，啊，就不停，伊即摆已经亡身去啊，过身十几年啊，吼，叫我暗杀去。啊，即、這个讲即个全民公敌调查局吼，那有兴趣的朋友用去上网看，我拢可能网络来对啊，吼，用去台湾之声的头网络，阮有一个台湾之声网络。啊，即摆我地下电台已经无法度做。因为两年前吼，
为了马英九2012年的总统选举哦，啊，迄种大规模超电台，啊，所以我即摆无法度做地下电台，已经两年无做，我拢做网络电台吼。啊，当然即无法度普遍，不过啊有好处是讲美国嘛有法度听啦吼，啊，这个地下电台敢若台北城，啊，因为我做电台我足给力的啦吼，人别人拢是开面子的，像今日来用的开面子啦，啊，我就无法度咧吼。我是一个人家来啦吼，因为人咧卖药啊，我也无咧卖咧吼，啊，所以伊咧砍要炒，我也袂砍要炒啊。咧卖药啊，一个月若要赚3-4万啦，足简单咧。一年要赚3-4千万，佫免交税金吼。啊，我唔是咧，我也无咧卖药，因为我若卖药啊落去吼，我就无法度批评人啊啦。人要互你死，一个手就死啊。所以全台湾做电台，我做了痛苦。但是我嘛是从善的啦，吼、哦，啊，我袂堪要红炒台啦。哎、欸，伊咧炒100万，对因来讲，一个月用个炒3台，我3年袂堪要红炒3台，炒一台呢？因为我也无咧卖药啊，我也无咧招广告，我也无卖时段，我大项拢无。啊，你讲啊，我安怎维生哦？我甲大家报告，我也无靠财团啥物咯，所以我家己做，我是流浪狗啦，无主的。全台湾干呐，那政治人物哦，还是社运团体无主的。挺好算的，我其中一个吼，阮是算流浪狗无主的啦吼。啊嘛，阮嘛有讲叫做丐帮啦吼，阮都无主嘛。啊，所以我咧安怎处理？我较特殊是我即几年吼，拢去探讨这个保险问题。所以寿险公司用人情保，你100块的保费，伊爱去恁厝会甲你招。啊，我唔是啊，啊我5块，啊我5块尔哦。5块的保险，啊，所以大家慕名而来，家己来投保。我免，我无业务员的，啊，我靠安尼咧生活。啊，那100块的哦，佣金哦，100块啦，第一年。啊，我这5块哦，佣金20块啦。无佣金，那5块2成啦，咪20块1块啦。啊，我安尼积少成多，我一个月费用走20多万。我有爱有办公室，爱有人员费用，我才会，所以我拄个勉强。哦，啊，我无法做开面子，大家拢无比，啊，无比因老比我拢无啦吼。啊，所以我即马是自力更生啦，安尼我较自由。哦，所以我往下无法做遐侪代志，所以请大家谅解。真感谢啊！要困春困分钟，哎，才有问题来，欸，柯先生你好吼，我一个问题甲你请教吼，你拄仔讲到迄个建国，也是统一，也是迄个独立，这拢是属于迄个诈骗集团嘛吼？那我想要请教的是讲吼，咱台医生伊是咧宣导啥物型的理念吼？啊，因为我认为讲这几条路若拢行袂通的话，啊，恁是要甲老百姓是要讲的是啥物型的声音？多谢。哎，所以我讲一下吼，就是讲，咱拄啊，即个柯先生只有认为讲建国，也是统一，也是迄个独立，这拢是属于诈骗的迄个行为嘛吼。啊，我要甲柯先生请教，就是讲，咱即个台湾之声，伊要甲咱一般人宣导的是啥物型的理念？吼，应该唔是干那纯保险尔嘛吼？哦，多谢。哦，这吼，我甲大家报告吼，我拢是安尼讲，我讲这。应该不是建国啦，吼，是敌国啦。因为你拢跟人参加选举啊嘛，你讲你袂成立这个体制，啊，你但是你摕毕业证书嘛是是啊，吼，毕业证书，啊，你比如讲律师摕律师的执照，这拢是这个体制来嘛。啊，要让台湾较好，是看贫富悬殊的差距要安怎缩小，还是讲司法要安怎民主化？哦，啊，唔是你花的空的讲建国啦、独立啦、统一，啊是要建多一国啦？因建国我唔知道要建多一国咧，空的就敢那这本书，季武新先生的这本书吼、哦，国史馆出的这本书，伊讲啊，你大陆人民拢讲是秘密，啊不会防灾，啊所以伊根本就无内容嘛。我要讲的意思是安尼，你讲建国啊要建国的。啊，内容你们甲我讲，对不？啊，统一，
要安怎痛，你嘛甲阮讲，是要痛，咱要用痛来，伊要痛咱，哦，啊那伊即个无民主化，你要学痛伊无？哦，我讲的是这部分啦，所以我讲伊这拢是伫选举里画口号，画到大家爽到要死，啊票就投落，啊但是艰苦是台湾人啊。哦，啊，这个贫富悬殊的差距愈继续，司法也无改啊，用司法来做工具啊。哦，啊，所以我你电台你讲的拢是讲，讲这部分呐、啊，较切身的代志。哦，司法民主化啦，保险民主化这一部分，啊，较无你讲发口号建国独立，迄款的拢是口号，啊，大家发爽的嘛。哦、啊，你讲独立，啊，要安怎独立？你甲我讲啊，要安怎独立嘛？哦，啊，独立，你即摆讲双股，你选，啊，你的选书，你就讲要独立好，甲独立来啊，啊，要安怎独立？你内容甲讲，我政治你讲袂出来，所以我主要是你讲这个啦吼、哦，谢谢。要问题无？因为时间嘛差不多啊，啊，这两点钟以来，我听咱柯永吉先生吼。哦甲咱做遮尔啊精彩报告，我是真甘心，因为每一个人的感受、生活经验、教育背景拢无共款。啊，顶一日我参咱教务长哦郭文斌先生去甲拜访的时，伊讲民进党是叫别个党，哦，我相信真侪人初初听了的时哦，会感觉足古怪。但我拢感觉袂古怪，因为我足早以前感觉怀疑讲是安怎伫一个独裁者蒋经国要存在的时阵，容许吼、哦、民进党来成立，一定有问题。所以伊讲民进党是叫别党，所以咱的主张是正确的。民进党是中华民国民进党，参中华民国的中国的国民党伫阿咧竞争，甲咱拢无关系。吼、哦，所以咱台湾民政府。会当心要有这个认识，咱是反对中华民国体制，彻底反对中华民国体制。啊，因为咱无法度，就是讲，因为咱是战败者，吼、哦，啊，伊是来军事占领，吼、哦。虽然讲伊摕到的，也是讲伊发到的，发出来，互咱摕到的这个身份证，吼、哦，是不得已命令挂一个中华民国身份证。但是昨天啊，前天破灭时。写一篇文章来，铺给大家看。伊讲啥呢？伊讲外交部真明白讲，讲迄个中华民国身份证，唔是中华民国人，是讲这个人都因为生活伫这个所在，爱有一个编号会，迄是美国命令伊做这个工作。所以咱更加认识讲吼，中华民国一切拢是假。吼、哦，我相信讲吼，长久以来，咱的努力已经看足济，咱敢讲。中华民国拢是假，咱希望讲，唔是咱在做知影，那么这些物件，甲咱中华民国拢是假，中国国民党甲中华民国民进党拢是共款的，拢是要去挖中国的，吼、哦，迄早晚咱拢看清楚，咱甲这个消息，咱甲这个讯息，甲咱所了解去传播出去，互咱本土台湾人拢会当了解甲觉醒。咱今日真感谢啊，邝奇先生来甲咱做这场真精彩、真精彩的这个演讲，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来给他碎头下，谢谢。国华九分钟拍摄多谢大家啦吼、哦。啊，如果今日呐讲出一挂吼、哦，我个人的意见啊，较犀利吼，啊，请大家来较包容一下吼、哦。因为实在是我无迄时间吼、哦，啊，真多谢大家，我来讲这个问题，啊，多谢大家。啊，大家请起立，起立。多谢。